这都真事儿。又来了，又真事儿啊。哦哦，行，嗯，好好啊，哦，行，你跟他们说，你跟谁说，啊，好好好，叫你呢，嗯，孙卫国，嗯，谁叫孙卫国，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可爱给人起名字了，真的现起啊。去吧，没去吧，上哪儿去呀，啊，他说上洗手间，谁说上洗手间了，去吧，我等着你，没事，嗯，这个，啊，好好啊，哦，你说呢，谁说啊，咱一个说完一个再说吧，嗯嗯，说实话我一个都没听懂那不是瞎答应吗，你先答应着尊重观众嘛，是不是，哦，刚才有人喊说听说唱一个是吧，哎，就喊着啊，哦嗯，我猜对了，好，相声是四门功，对，啊，嗨，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对，这个唱是唱什么，您说我们这个唱是太平歌词，对，相声演员啊，哈哈哈哈，谢谢谢谢，嗯，相声演员在台上这个唱就是太平歌词，哎，说除了这个之外再唱京剧评剧大鼓唱一歌，啊，那不算唱，那算那是学，哎，只有太平歌词这叫唱，嗯，有这么多朋友看来是不外行，都内行，都聊就唱几句大伙儿听听 好吧，太平歌词，嗯，唱什么，嗯，哦，单刀会啊，舞龙捧上啊，好好几个朋友都喊这个单刀会，对，那就给大家唱一段白蛇传，啊，哎，嗨，您是怎么想的这心里头，您，哎，我怎么这样的，啊，就说是那个最近闹嗓子，啊，唱的要是不好的话呢，嗯，大家多做自我批评吧，哎，啊，哦，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自了几的清香，这春哟，大家多做自我批评吧，哎，啊，哦，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自了几的清香，这春哟，雪铺满了山岗，可以鼓掌了，哎，这嗨，这叫鼓，你看我要不说你们就忘了，你看看啊，谁忘，啊啊，让于谦唱一个，谁说，你看看我唱，下回明年再来卖不出票去了，到时候不能不能，动物园看狼还有人看呢，谁，嗨，于老师唱一个怎么样啊，要了亲命了，不许闹啊，我一定想方设法让他唱一个啊，待会儿配合我啊，不许起哄啊，各位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啊，嗯，啊，我说我问一句，你们一答应咱们就算让他唱了啊，啊，让他唱一个吧，我先谢谢大家，唱一个就唱一个呗，这有什么你看我认识他这么长时间我没听他唱过啊，到山东了唱点山东朋友们喜欢的吧，喜欢什么，吕剧吧，啊，吕剧吧，哦，你看看，嗯，我跟咱们相声前辈侯耀文先生那儿学了那么两句，啊，四句吧，啊，吕剧的唱腔，山东吕剧啊，唱来来唱两句，咱们听听，来来来，听说那老鸨要吃惊，忙坏了娘娘东西宫，东宫娘娘老大饼，西宫娘娘包大葱，哦哦哦哦哦哦哦，献丑献丑献丑，这么些年来我都没听他唱过，还啊还要一个，和你够了，够吃了，看出病的不怕病大啊！你我听过他唱京剧，倒是唱京剧，好歹来两句，大伙儿听听热闹热闹。好，唱个现代戏。啊，哦，可以可以，来来来，于老师唱京剧。谢谢大家捧场啊！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可以可以，好吧。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
写春秋谢谢谢谢谢献丑献丑谢谢山东的父老乡亲是是是您各位是真有这疼儿女的心啊真好真好唱得太好了真不错真不错好极了以后你就站在外边来吧我呀要了我命了我上到里头就得了我就干不过他了这人什么呀能力太大了主要是啊你看了你唱一个来这嗨这么着您唱一个吧我干不过你听的就是您你看有喊叫小帆的哈、嗯、叫小帆是这个啊你太太唱一个太好了请王美凤小姐唱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待会儿你不能走 啊来几个保安给他弄过来一会儿他说他跑了我再说刚才有人喊叫小帆对叫小帆是这个京剧四郎探母里边的一个嘎调嗯这是一个八度的唱腔对啊这不好来高腔试试吧有人唱一段满足大伙试试叫小帆听这高腔这高很高对就是听这高西天公之道令间不由得本宫西新天站立宫阿门小小法嗨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最喜欢这个就别喜欢了激昂慷慨没听说过啊高八度您别低下来唱啊你那八度您没说高八度吗是吧就得高八度咱们先得探讨一下这个戏是从哪儿来的有出处从河北梆子移植过来的哦梆子早先京剧没这戏是吗打梆子移植的哦梆子的叫小帆更高这么着咱们今天听听梆子的这个叫小帆怎么样河北梆子的呀啊可以啊、这个嗯这个不好唱您来了自古常言说得好啊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对燕赵知道吧燕赵燕赵门知道吧啊燕赵门像话跟这没关系马氏河北梆子的叫小帆 啊嗯西天公主到灵间不由本宫西新天站立宫门啊叫小帆啊啊 啊好谢谢吧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山东的父老乡亲、嗯、哦好哦这边还有送礼物的好来哪儿有送礼物想没有就不要喊了好现在到了我们收礼物的时间了啊哪儿我们从坐软席这边开始吧好不好咱那边开始这边开始啊这哪儿都别开始啊没带着钱打个条也可以啊手机戒指项链都可以啊抢劫呢是怎么九成以上的皮鞋都可以啊哎对对什么都要您倒是这个今夜星光灿烂对今夜你最烂哎，这叫什么话呢你最灿烂都灿烂跟于老师一块说相声我很高兴客气这就是我亲生的朋友 啊您说是人话吗您这不是不是我没说好、啊、你是我的偶像谈不到偶像我们这个三十来岁的人 啊都有英雄情节怎么叫英雄情节你上学的时候老师教给、啊、学董存瑞、哦、黄继光榜样啊，这个什么刘胡兰英雄吗学英雄对谁有学坏的没有学坏的啊，学周扒皮周扒皮还能学吗你有吗没有周扒皮、啊、半夜叫鸡啊您先等一会儿我说两句话等你甭管半夜白天也行白天也不行什么白天也不行半夜叫鸡干嘛呀怎么着周扒皮半夜鸡叫啊啊啊半夜把鸡叫这还是叫鸡吗这不是怎么着半夜学鸡叫学人家把鸡叫这嗨您非得把您那点体会弄出来您这很讨厌你这个半夜学鸡叫我这说话不利索您就捡利索的说吧我这就是说话爱得罪人哈啊就是实诚实诚我这说话老得罪人老说实话说实话好但是现在国家也承认我这点了国家我看给我立了很多大牌子写着什么中国实话啊那是给你立的吗这、啊、那是加油站知道吗是这种牌子都是给我立的哪儿啊这些牌坊都是给你立的这些牌啊跟于老师比不了
啊，说话婉转柔和。哎，那倒是，你这辈子不当汉奸都冤得慌。这，您这话老是正反听，合着中国说相声的谁最幸福啊？于老师怎么叫幸福？趁钱啊！哎，别提钱，买房买多少？有几处？香港，啊，各地哪儿都有，国外也买房，有那么几所。你看国内外都有人家住宅，是不是？嗯、前两天甘肃啊，刚买一套海景房啊。甘肃，你先等会儿，别说了。说人家甘肃有海吗？我买海景房。嗯，他那个邻居叫王海。嗯、哎，那还有井呢。啊，院里有口井。哎，这好，我就看他们俩了。你香港，你买不买房？那倒有。香港那个地名叫歌连陈角。嚯、哦！上海，龙华。嗯、哦。武汉扁担山。嚯、哦！啊，沈阳文官屯。嗯、哦。对吧？天津北仓。嚯、哦！济南，王如。嗯、啊。嗯，那儿买啊？北京八宝山。我、嗯、呵好，我买那么些阴宅给谁住啊？我不懂，反正到处都买房了，人家没都没在这地方。有钱呐、啊？有，要不然你能够全世界出去花钱去？怎么叫全世界、啊？各处花钱旅游玩去，全世界、啊、那是玩去。美国去过，英国都去了，欧洲、日本对，上日本去的说相声的非常多。哦，都是花国家钱，纳税人血汗，民脂民膏，公款。这帮说相声上日本花钱去，啊，说艺术交流，那有什么可交流的呀？呵呵，就是糟践钱、哦。唯独于老师上日本自己花钱，我自费去，日本人都知道。哦，那么有名。这些个说相声就于老师自己花钱，知道我欢迎于谦。是啊，哎，东京的飞机场大横幅写的什么？欢迎于谦来日。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先这不是我你。扬我国威，什么叫行？我干嘛？我上那儿报仇去了是怎么着？我扬我国威吗？什么扬国威呀、啊？就是那块布啊，短一块，差一个字儿，就差这一字要命，知道吗？你这自个儿带着啊，哪儿都用得上啊。哪还哪儿用啊？你上日内瓦，这也能用上。哎，这好，我上哪儿都花这钱去，合着就是有钱呐啊！大金表，嗨，上台摘了啊，四十来斤。哎，金表，大金表，纯金。镶着蓝宝石、红宝石、钻石，哎呦，四十来斤，戴上之后，哎，啊、我让这金表给坠的，这样。无论到哪儿，于老师、啊、几点了？你献王旗甩，看日头四点来钟了吧？哎，好，我戴一金表看太阳去。这表上都是钻石，没地儿搁表针。这嗨。这白带了吗？这不是大金链子啊，120来斤，那么沉啊！白天带着，晚上摘下来锁门。哎啊，锁门、锁三轮车、锁狗都行。这好嘛，我们四样锁一块儿。大链子一戴上，坠、啊、的，客气，拿那个扇子啊。我们这个扇子10块钱一，两把三把。嗯、啊，人家于老师那扇子，嗯，扇骨象牙的。大骨小骨都是象牙的，这全象牙，一面字儿一面画。啊，清末民初，嗯，上海最有名的牙雕大师，这个人叫于硕，有这么一位，他雕的画，哦，一面字儿一面画。名这把扇子，光扇骨扔着卖15万，得，人家还扇面呢。哦，还有扇面。大书法家米南阳给写的字儿，写的什么呀？写的师太，你就从了老衲吧。哎，嘿嗨，你先等。这米南阳写，这整个一流氓和尚写的呀，这是。转过来，这面还有啊，师太，你就饶了老衲吧。哎嗨，这不是浪催的吗？这个，你看看，这把扇子，你说搁别人谁能拿出去啊？谁敢拿出去啊？这个，也就是于老师啊，敢拿着出去上街。哦，不过当然了，这东西终归是好东西，宝贝。你让他这样呼的着。他也舍不得，当然，反正轻轻的吧，拿出来，哎，慢慢打开了，嗯、哎，扇，哎呀，这倒不费扇子，这费脑袋了，这个，扇会儿吐会儿，嗯，吐还晕呢，是怎么着？扇会儿吐，不扇好不好、啊？就是有钱啊，当初人家家里是大户人家，谈不到，他们家打清朝家里边做官为宦的，是，嗯。光做官不为患，知道吗？不为患怎么能做官呢？
非得为患才能做官呢？没有，人家家是皇室的本家。皇室，哎，人家过去满洲八旗子弟嘛。对对对，他们家是那个星条旗的后代。美国人呢？我们家是哪？你不是星条旗干嘛？黄不唧唧的那个正黄旗，皇上本家。对呀、啊，他爸爸姓爱新觉罗，多近呢？啊，爱新觉罗匡。哎。他爸爸这字怎么那么别扭？搁这儿那能成东西、嗯？能成东西像话吗？这是后来，后来这取消帝制啊啊，推倒了这八旗子弟这个铁杆庄去了，没有了，他爸爸才改名，哎哎，叫山本五十六，哎，这好，又改日本人了，不是叫什么东条英机？没有，威廉詹姆斯，就别管姓什么叫什么，叫反正就有个名吧啊，自力更生，老头不容易，干活了，他爸爸当媒婆，一步一步的。当媒婆、啊、男的有当媒婆的吗？咱不懂这个，反正做生意吧，做买卖一点一点的，嗯，弄山弄到大，老两口子不容易，当然打小宠着他，是天请地一根苗，家里就这么一大宝贝，就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啊， 啊，老两口子爱他宠他，喜欢我也就是早上起来早晨啊，别人都是起上学去，哎，到点了，于谦没有，我这样没有，别喊，不叫，让孩子睡觉啊、嗯，睡到自然醒，哦，非得自然醒，哎呀，下午三点了啊，别叫他，别叫他、哦，还不叫，让孩子睡，呵，转天夜里十点了啊，叫大夫吧，哎，呵哈，愣可叫大夫都不叫我，您看了，这脸都绿了，那、哎、那睡死过去了，那是什么些苍蝇 啊， 啊，哪儿那么快呀，啊，这就招苍蝇了，对他好，对他太好了啊，给他洗脸。洗脸都管，十五六还给他洗脸，你看看，刷牙，到今天依然如此，哦、是吗？家里人都伺候的、哦，牙刷牙膏摆好了，嘿，哎呀，水，四十多种牙膏都摆齐了，啊，四十多种牙膏我挑挑，呵，挑这个，我点出来了，这个牙膏电视上外国人做过广告，哦，有广告，外国人说的好，说什么了？我也用福烟剂，哎，嗨。四十多种牙膏我能挑一不是的，你看你这多了不起啊，我总结一下吧，啊，您这一生撑得起是娇生惯养，怎么叫娇生惯养呢？啊，娇生的陈冠希养的、嗯、哎，去你的，谢谢，哎呀，走了俩人啊，后悔吧，嗯，我马上要说那个了。说哪个呀你、啊？哎呀，他还跑呢。谢谢谢谢，也保不齐有一位两位的，道远的，感觉车回家啊。这个这是住沈阳的两位。哇、哦，太远了。啊，行行行，行，谢谢啊，谢谢啊。还有什么礼物啊？这行，没有了哈。没有，什么叫礼物？人家刚才这边喊完都给礼物了。谁说的？没有啊。哦。桌子歪过来啊、哦！他这桌子歪过来，他是连弹一块的、啊，这整个就这一片呼。不好嘛，不合适！你都花这么些钱了，再带了大事了呢，不合适。嗯，我待会儿我稍微侧过点来，看见了吗？好，好，好，这不这边不行了。这你看这是，谢谢谢谢谢谢、嗯、谢谢啊、哦！转过来，看见了吧？好，好，该你们了。哎，看见了吧？管好，好，哎，又该你们了。啊说相声不容易，你知道吗？踩轴承上了，没个好体格盯不下来。这是看见了吧？没有人了，哪儿就转？没人，没人，没人啊！说相声是最简单的艺术行业，对了，也是最难的艺术行业，还复杂，比什么都简单。哦，有嘴就能说，就是聊天。说好了不容易，哎，你想去吧，啊，你想去吧。俩人站这儿说什么都没有。嗯，你说人家跳舞的，人还大姑娘什么的，我们这出了一个比一个秃，你说啊，对，也没有好看的，就尽量把于老师往女叔那么捯饬吧，是吧？别这样，男的呀，来烫个头，那不管用。嗯、说的不好，观众骂街。啊、嗯，说的好了，同行骂街。嗨，你好容易红了，来帮人告你。这您都赶上了，这行不好弄，就在这儿了，是有难度。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啊，我们就是这两年才稍微好了一点，算不错了。那些年我跟于老师，嗯，风里来雨里去，嗯，一点一点的不容易。是，他今年他这是七十三，是就别七十三了，我怎么老七十三呢？我老以为这是真的了啊。他说四十了，四十，他那孩子刚六岁，小，为什么？嗯，那些年我们挣命似的，
吗？挣钱就三十一段五十一段给人说相声。对，也不挣钱，弄了孩子养不起呀、啊、是是不是？这是后来救活着他父亲们 啊， 啊，然后这个这不是父亲们像吗？这地方别加门知道吗？你父亲你母亲这不俩人吗？这父亲们光说父亲的不行啊。他父母啊，老爷子老太太，这是后来能闲下来了啊，给他带着孩子，对，这才敢要这儿子。是啊，当然了，孩子跟着老太太有好处。是吗？奶奶疼孙子真疼啊。那是结辈人，那是真疼。对，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您说了没事，就是太宠了啊，惯了，宠的都不行了。对，你算吧，奔六七岁的孩子了，嗯、啊，还得吃奶，我还没断奶呢。老太太八十了，天天哄着来吃奶啊，他叫奶奶，他没奶，你知道吗？这跟名字有什么关系？这不是，咱实话实说，咱说这都是家不长理不短的话啊。实话实说，老太太八十了、嗯，宠孙子来宝贝儿，天天哄着吃奶，老太太疼孙子。但是这个咱说家常话啊，谁要说从这里边听出来低俗庸俗下流，那就瞪出去枪毙五分钟去。是啊，他说的是实话，家家如此。是，老太太七八十弄个孩子啊，天天但不像话，快上学了啊，你这还一天到晚吃奶，什么时候算一站呢？惯了，大伙儿也劝了啊，这老太太您就给他把奶断了，就是给他记了，别让他吃奶了。狠狠心，你舍得吗？啊，后来行行行，我就给不让他吃奶了啊啊。上药铺买那紫药水，那叫龙胆紫，就抹紫药水骗小孩，老太太都会这个啊。过来站这看着啊啊，解扣。我们家这么脱衣服是遗传的，合着全这么脱、嗯、没有这么大身上。这手 啊站着这个紫药水啊，你别拦着我！废话，干嘛？你这到加油站了是怎么着？你这远处的观众看不见，这倒是看见了，这还是人吗？这个你看，艺术嘛，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没有，你不能因为坐的旮旯不让人看见这个，是不是？啊、嗯，这什么？哪？少比划，你就说，嗯、啊。对，你小点这身上啊，没有这么大，光说抹完了啊，跟挂一望远镜似的。嗨，嗯，哎，别亮相了就，没有一巴扎黑呀、啊，这还行了，还、哎、巴扎黑，说吧，你就说，提醒了我啊啊，孩子看见了，嗯嗯、哎，哭了，我就吃，还吃，找事儿了吧？啊，上水管子这儿啊，拧开了，嚯、哦，还洗。别甩了，不是，你就说好不好？你哪有这么多动作呀、啊？洗完了啊，又想抹辣椒油，辣的，看着看着啊，辣椒油，嗯、啊，芝麻酱，嗯、啊，酱豆腐，嚯、哦，韭菜花，嗨，来把香菜啊！孩子看见了，嗯、啊，哎，我吃涮羊肉，这好嘛，全想起来了。你这洗了吗？可不是吗？买那个敌敌畏毒药。敌敌畏啊，毒药、啊，买一个那喷那个蚊子那个揣子啊，打蚊子那个罐子里边，先来这么一个逮蜻蜓来啊，跟屋里飞，嗯、啊，拿这揣子灌上敌敌畏，喷这蜻蜓，死了啊，拿过揣子一掉个，老有这么些动作，哎，行了，我这说好不好？你哪儿那么多动作？还吃吗？啊，嗯，不吃了，不完了吗？好了啊，转天家里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他爸爸中毒了。哎，去你的！谢谢，嗯，谢谢谢谢，哈哈，告诉我别走了啊。行，我主要是怕你们累啊。您不累啊、嗯、我累嗨谢谢谢谢谢谢、嗯、啊李菁在家里边给孩子们上课呢，这次没来，没来了，因为李菁最近去、嗯、可能您知道我们那儿招了好多学生，嗯，招了好多学生学相声，但孩子们淘气，你得有一常人看着他，于老师就负责看着这孩子们，我负责这摊，确实不容易、嗯、小孩不好弄啊，我们这现在有
表演课，什么这个形体课，对，台词课开的比较全，啊、历史课包括英语，现在我们都加上了，嗯啊，当然英语我们教不了，英语啊，就找了那个刚毕业的小姑娘，二十来岁的人家，教英语，孩子头节课就把老师气哭了，有那么淘啊，老师来了教英语，教单词啊，哦，学这个 apple。是苹果、苹果嘛、嗯、黑板上给画一苹果，好，同学们看看这是什么啊，大伙儿一块儿屁股，嗨，往那儿联系，这多可气啊，人家小老师气哭了啊，找于老师、因为他们欺负我、于老师我就过去，我得说说去了，你们太不像话了啊，上课还淘气、你看把老师气成这样，真是一回头谁画的屁股、还是这个我也不认识，就说这个不容易、李菁也是、给孩子们上课，一上课 一弄一宿，知道吗？就被这孩子嘴里板不过来啊！哦，啊，不对，重来，应该这样，得这那儿，一句句一弄弄一宿，下功夫，给孩子下功夫。嗯，其实李菁是刚结婚，实话实说不容易。是啊，天天为了这个我们这学习班，嗯，一到晚上十点来钟回不了了，嗯，给家打电话，给孩子们上课，不回去了，早晨七点多回去。早晨起来七点才能回去，给孩子掰扯一说说一宿，嗯，早晨七点这才往回走啊，一进小区那院儿，打楼门洞里出了一男的啊，一丝不挂光着屁股，嚯、李菁都傻了啊，有病，嗯，这男的看看他，你才有病呢啊，谁让你回来那么早的，嗯，把他们吓出来的。啊，怎么着？哎呀，二十八个啊！啊，烧饼一个。哪有卖烧饼？哪卖烧饼的这里啊？谢谢大家。啊，好的，可以。行，你先去。嗯。又来了。你说我这儿一个个往外忽悠不合适啊？多新鲜啊！谢谢山东的父老乡亲们，是，第一次到咱们这儿来演出，从2005年左右吧，啊，北京德云社由南到北好多地方都去了，嗯，其实最应该早点到咱们山东来，是，当初北京上海，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好多地方都是大码头。尤其山东济南这个地方是说相声必来的地方，对，名家荟萃，很多前辈啊都在这儿扬名立万，对，很多前辈都在这儿，山东的父老乡亲们懂相声爱相声，所以说上山东说相声来，尤其想卖票，你这跟慰问不一样是吧，慰问就找个地儿演呗，爱看不看呗，你这得卖票，这么些人你算吧，这楼上楼下这好几千人，你就算出去骗去你也不容易啊，对，干嘛骗呢，所以说这来汇报来的啊，父老乡亲们来看一看，对，能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是特别的高兴、嗯、水平非常有限，是，实话实说，走到今天好多人说哎呀郭德纲真好，我说不是我好啊，是吧，第一主要是我们这门艺术太可爱了，是，第二点来说呢是我们同行的衬托啊，这嗨，这是实话。嗯，搞艺术的人嘛，这是现在特别流行的话。我们是搞艺术的，但是说的通俗一点呢，嗯，都是艺人。哎，就这么说。做艺的人，对，你卖的是艺。对，当然了，艺人分两种，一种是卖艺，一种是卖身啊。卖肾，卖身，卖肾，卖身。为什么叫卖身呢？你看。德云社和其他的团体的区别就在这儿了。嗯，啊，我们这十几年吧，我们没拿过国家的一分钱，我们全是靠着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观众，对，是真是您各位这票钱，我真指着你们的每一分钱活着，真的，谢谢，谢谢，没有别的，就靠着你们各位才把我们。养到今天，哎，这是实话，你是艺人卖的就是艺，这是最主要的、嗯、我们跟
其他的同行区别在这儿。是吗？嗯，他们的衣食父母可能就是王局长、李主任、孙书记啊，头反正就这么几位，只要这个人不被双规，他们就能活得很好。这、啊、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啊。谢谢，谢谢。反正这个体制现在对我们非常的有帮助，嗯，不错。希望永远不要改，这样我们永远有饭吃，嗯。其实这行挺难干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挖掘了很多的节目、嗯、啊，有好多老先生需要整理他们的作品、哦、还有好多学员需要带着他们、嗯、一点一点，其实好多事情可能是需要一些个曲艺方面的国家公务员们来完成。是吗？但是人家也都挺忙的啊，怎么今天上西藏研究山东快书啊，明天到俄罗斯探讨西河大鼓，那哪有啊，啊，反正就想法出去把钱糟了呗，是不是、嗯、前些日子听说有出点事儿，出什么事儿？一车的艺术家、嗯、一大车艺术家、理论家、哦嗯、这行业的负责人、嗯、一车人上那个新疆那边干嘛探讨老北京风情、哎、对，纯粹糟钱、啊、去到那儿、嗯、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车就翻了啊！车翻了，然后万幸吧、啊、万幸都死了就、嗯哎、都死了是万幸啊，就咱们闹不清楚、啊、反正都埋着当地了。哦，咱们这记者们知道，哟，这一车艺术家，这得多少钱能喂到这么大是吧？啊 啊！采访吧。哦，记者也去了。是，当时有一个老大爷、嗯、是目击证人，他看见了。我问老大爷，当时车一翻，这些艺术家就都死了吗？啊！老大爷说也不能这么说。哦，有两个人跟那喊：“我没死，我没死。”哦，你想这个货哪有说实话的？我都给他们埋了。嗯、没听说过。谢谢啊，那、这个爱跟大伙聊一聊天儿，闲话啊，也不是闲话，我们这喜欢这门艺术。对，这个最简单，但是不好弄。嗯，在台上多说了也不是，少说了也不是，多少都不行。你看说多说少，有时候观众都不爱听啊。你半天不说话，观众你怎么不说话呢？啊啊，桌子后边那个动一下。说我呢，合着这是啊，说多了也不行啊。啊，我们有演员台上说，观众不爱听。哦，下去，这赶紧鞠躬，转身走。啊，那还喊快点。嗯，哎呀，好，实在等不了了，还得快点。你看这怎么弄？啊，说相声有时不挣钱怎么办呢？啊，你做个代言呢、啊，印个广告什么的，是吧？啊、还很容易出事儿，很容易出事儿。您讲讲吧，这事儿。好在事情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嗯，我准备快到315了吧？哎，这快到了。我看看今年给这个三鹿牛奶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对，您代言这个了？嗯，不是没有。嗯，其实说句良心话，像藏秘这个事儿啊，啊，对于于老师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当初于老师很胖啊，是他比这桌子还胖。我这么宽。嗯，他那个裤衩脱下来不穿上，你不知干嘛用的。这嗨。你老琢磨这裤衩干嘛？大胖子、嗯、我给了他一些个藏秘牌油喝、嗯、哎，就瘦下来了，是非常好啊。嗯嗯，如果再喝一点就好了。哦，但是就不让卖了，就、嗯啊、对，就给没收了，收下来了、嗯、他又不忍心，你说他已经减成这样了，很好了、嗯、是吧，每天就是弄点这个炒黄豆吃。我就吃豆，黄豆炒完之后、嗯、吃一顿饭，吃三个吃两个的。哦，你想啊，这么一大老爷们儿吃那个能管用啊？不金饱啊。那天真饿极了，这一瓶子二斤多啊，裤衩裤衩全吃了。我吃饭怎么裤衩裤衩的呀？我啪叽啪叽的。还行，没有这么些相声。都吃了。对，吃完之后渴呀，啊，咕咚咕咚喝一肚子凉水，叫水了，身上不舒服啊。是啊，找一澡堂子泡澡去。还泡去？一肚子炒黄豆啊，和上凉水啊。外边拿热水一烫、嗯、你琢磨去吧、嗯、这有什么可琢磨的呀？这个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是啊，顺着身体的中后偏下部啊，哎，学摩托车发动的声音。是嘟，亲命啊，满池子气泡。是啊，把澡堂子服务员吓坏了啊，于老师快上来吧。怎么了？水开了。没听说。
后来啊，啊，这别接着说了，这事儿，您这还上下本儿，我这都连本儿了啊。啊，好多人还喊唱一个哈、啊。这刚才唱了，于老师，哎，喜欢听您唱。哦，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像话吗？再唱十遍。不，你仇人很多呀、啊。没想到大伙儿都这么喜欢相声。嗯啊，要是喜欢的话，以后我们会常来常往的。对啊，经常到山东来。还行，谢谢，谢谢。原地别动，我们待会儿去敛一下下一场的票钱。这好嘛，两场啊。谢谢吧，嗯，无以为报。对，走到今天呢，都不感谢，感谢了所有的朋友们。嗯，今天是2月14号，对，是情人节。是，其实这个情人节来说啊，这是外国人当年过的节，哎，是一个洋节，后来传到咱们这儿。对，还有这个4月1号那个愚人节，嗯、啊，有，这也是外国人传过来的。对，这都知道啊。嗯，神探愚人节是吧、啊？什么神探？有一电视剧。狄仁杰，人那是、嗯、神探狄仁杰啊，跟这没关系、嗯、就是好开玩笑的日子啊。对，我那个我去年4月1号我就因为这愚人节闹了点笑话。闹什么笑话呢？4月1号上德云社上班去啊，啊，一进门好几个人冲我乐、嗯、留神贼着你呢，想留什么神，处处小心呗。嗯、啊，谁说什么也别听他们的。是，到中午稍微觉得肚子不舒服，啊，去洗手间方便吧？上厕所了。方便完才发现，啊，洗手间里没纸了。哦，你看往常这儿放了一卷纸，嗯，没了，上面粘一条，嗯，愚人节快乐。嘿，好，有人陷害，有人开玩笑，嗯，打电话吧，嗯，给我徒弟，谁啊？啊，给曹云金打电话。刚才那个啊，金子，嗯，我在洗手间呢，啊，你给我送点纸来。哦，金子乐了。哎，您别来这套啊！何云伟刚才给我打电话骗我呢。呵，哎，愚人节，好，没理他。给何云伟打电话吧。啊，小伟啊，嗯，我是师傅，我困在厕所了。啊，速来大救。是，师傅您别逗了。嗯、啊，我刚给曹云金发这么一短信。嘿，好，你少来。嗯、啊，全不理。这怎么弄？嗯、啊，翻翻身上没有纸。嗯、啊，打个钱包。嗯，你说这要是。3块5块的擦不干净，嗯，100块又舍不得，嗯，对，您打算拿钱怎么办呢？哎，给李京打电话。哦，李京是最老实的人了。嗯，李京，听我说啊，你得相信我，我说的是真的啊。嗯，我在洗手间被困很长时间了。是，你要相信我。对，旁边说话了啊，我相信，我在这儿蹲了1钟头了。啊，这他也在那儿。北京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哎，把它献给山东的父老乡亲，是，又会着咱们一块儿、嗯、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啊，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上万物似黄金呐、啊，争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谈旧坟，要说亲，嗯，观众们亲。对，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嗯、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嗯、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嗯招财进宝，日进斗金。谢谢，谢谢山东的父老乡亲们，谢谢你们，谢谢朋友们，我们这一场的演出到此就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您的光临，再见。